皇上万福。哦，夫人来了。皇上辛苦，奴家特地为皇上煲了一碗汤补补身子。这些事交给御膳房去做就可以了，何必劳苦夫人呢？昭仪娘娘让奴家伺候皇上，奴家怎敢偷懒？媚娘就是体贴朕。好吧，这汤朕等会就喝。汤还是要趁热喝的，这是奴家自己的秘方，御膳房是做不来的，是专补男人的。皇上万福。是夫人呢？媚娘呢？娘娘在午睡，奴家刚才做了点汤给皇上补补。夫人上次做的汤味道真不错呀。谢皇上夸奖，奴家还有更好吃的呢。那夫人就跟朕一起回宫吧。夫人又带什么好吃的来了？是一点点心，不知道皇上喜不喜欢。那朕要好好尝尝。皇上，奴家第一次看到皇上就喜欢上皇上了。这皇上你就别再苦自己了，奴家都替皇上心疼的。朕很感激你，可是媚娘她……别提她，现在就我跟皇上两个人。奴家好吗？你身上有的，媚娘身上没有。朕喜欢你的温婉、贤淑。可是我不是好命的女人，我已经守寡很多年了。朕要好好爱你。